林青霞日前获颁第60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，她一身红色礼服登场，优雅气质吸引全场目光。而这次获奖也让她受到热烈关注，网友们开始翻出她过去照片。近日，一张她与旧爱秦汉甜蜜互动的照片就在网上疯传。只见林青霞与秦汉互视，紧靠在一起，气氛相当甜蜜。而另一张，林青霞挺起上身，原本穿在身上的牛仔外套敞开，没想到她里头只穿着一件白色绕颈内衣，好身材一览无遗，相当性感。不过，由于当时大概是1980年代，林青霞大胆穿着，瞬间吸引网友惊讶留言。20年前都比现在敢穿，而众人也纷纷大赞她身材真好，太美太惊艳啦。Bye.